先别急，我先看看。原来狗妈妈是为了保护她的孩子，这么伟大的狗狗，我愿意领养他们。兄弟，你刚刚的行为值得我们尊敬，他们跟着你再也视而不过了。小红，你怎么养猫啊？猫的脾气像皇帝一样啊，看他那爱理不理你的样子，拽拽的。这你就不懂了，其实他和人类一样，只不过外表高冷一点而已哦。要不然你也养一只试试？我才不要呢，要我当铲屎官，我才不要。我说吧，猫果然是个冷血动物，救了他上来就这样走掉了。谁呀？这么没素质。